眼睛要是进了沙子啊，别用手揉，来来来，我帮你吹吹。你说我是不是看起来特别惨，有一种我见犹怜的即视感？你这是？有吧？我在网络上面新学的生命装，就这个巧克力图啊，我这样是不是看起来吃不好也睡不好，总能博点同情分吧？ 好，来吧，高兴就好啊！赶紧也给你来，我不来，我帮你。不，真的，那很重要。我不同意，那好吧？哎，你帮我把风，我再加一点。你一会儿别吓到人家啊！哎，就是要吓他，吓他，我见犹怜。 陶律师，你好。啊，他没事。我不太舒服。哎，请坐。陶律师，现在情况怎么样？还不错，看来对方也有和解的意向，不然不会那么快私下见面聊的。啊，谢谢，这是多亏了你。应该的。哎，他们什么时候才会来？马上了吧。 要么开心点，要么就像我这样憋着老板的脸。OK， 行行行。